大家还是忍得住，能够耐得住，坚持到最后吧。最后谁笑得最后，谁笑得最好。因为我们就是永远不放弃，就追求每一分。中队发球，日本队现在背传，由八号广濑在扣球，中队双拦网拦过去以后，日本队再组织进攻，日本队现在是八号广濑在扣球，中队把球传到网前，现在三号郎平在扣球，中队后排把球接起来，三号水原在扣，中队孙锦邦把球传起来，现在是三号郎平扣球。我看了报道，他一次是一次过敏，一次他又这个晕倒了以后，家里特别不放心的。哎呀，我们现在是那个挺担心的，因为他的一生啊，都献给日本了。这个主要目标你要解决的，你的这种对成绩的最好成绩的一种渴望，一种追求，如果你还是这么坚定，那我觉得就会克服很多的困难，苦累伤病你都会克服。如果你觉得小小的满足，哎，反正我也是世界冠军，我就反正能拿最好，不能拿也没关系，我说这个不行。